来，麻烦来五位可以开心一点哈，从五最左边慢慢的往中间，中间看中间的，好，来右边，往中间再往后再往右边，对，上面这边，这里，来下面的下面的右边，来最右边，来五位，来最右边还有右边这边，右下这里，我们再从右边回来一次哈，从右边开始。好，来来来，可以开心一点，中间来，开心一点，开心一点哈，得奖是开心的事，对，不要紧张哈，来，开心的，好 ，OK 吗？好，麻烦麦克风，麦克风麻烦 ，Tony 代表吗？来，麻烦你，谢谢。来，请说。对，讲一下你的。非常高兴。然后虽然得到这个奖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可是心里面还是挂念那个刚刚手术完的母亲哈，祝她早日康复。然后刚刚有一漏谢谢的一个，就是我们的表弟，小胖，然后很开心，这样谢谢大家。好，媒体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。好，再次谢谢，谢谢，恭喜你们得奖，谢谢，谢谢麦克风给我。在这边也插播，刚刚得到最佳专辑制作人的是林忆莲跟常石磊的《盖亚》专辑，得到了最佳专辑制作人。